美食那些事，由 Good Luck 一款中西方通吃的好运辣酱特约赞助播出。油怎么去烹饪，怎么去吃才健康？油要怎么去烹饪，怎么去吃才健康？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架子上哈，我们有一个这个是 organic coconut oil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。好的油会让我们的脑袋壮壮、聪明，不会容易得老人痴呆症。这个呢，它是 organic， 当然没有话说，没有农药的哈，非常好。Virgin 呢，处女嘛，第一次就表示说它是冷压初榨。如果能够买到 Virgin 的油是最好的。Coconut 油它的冒烟点蛮高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呢，效果也很好。这种适合炒菜。在这里呢，大家看到哈，这个呢是叫做 organic 的 ghee， 这个很难得哦。这是从牛身上的这个牛油提炼出来的，是最天然的油，天然动物油可不可以吃？绝对可以吃。所以这个呢，拿来炒菜或者是煎牛排啊、煎蛋啊，又香又好吃，冒烟点又高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美食那些事，由 Good Luck 一款中西方通吃的好运辣酱特约赞助播出。